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小姐，您胡说些什么呢？奴婢跟清风可是清清白白，什么关系也没有。那既然没关系，你替他求什么情啊？小姐，行啦，你邱大小姐都发话了，哪敢不尊？不过你那三角恋关系是不是该处理干净？什么三角什么恋？清风、降雪，你选哪一个？我看那两个傻小子都对你挺有意思的。小姐，您胡说些什么呢？奴婢身份卑微，怎么敢高攀两位首领？谁敢说你身份卑微？我奶奶我灭了他！哎呀，不跟你说了。对了，刚刚萧老将军派人传话过来，说约你午时在将军府密室见面。你派人回个话，说我午时一定到。小姐，你又睡糊涂了，现在马上就午时了，你就算速度再快，赶到将军府也来不及了。哎，小姐，你走那么急做什么呀？去将军府，你腿脚太慢，不用跟了，让清风降雪那两个傻子也别跟了。将军府门外，顾初暖躲在不远处的一棵柳树边上，心中疑惑着要不要进去。将军府一如往昔，可他心里莫名有些不安，仿佛有种暴风雨前的宁静。顾初暖不愿惊动将军府的人，所以他选择翻墙而入。顾初暖还未到达书房的时候，便闻到一缕血腥味，映入眼帘的是萧老将军倒在血泊中的尸体。顾初暖看到萧老将军的心被人挖了，心脏也被捏碎爆破，心脏内的龙珠已经被抢走。老将军！几乎与此同时，一个下人端着一碗参汤进来。老将军被杀了！老将军被杀了！所有人齐刷刷往书房跑来。爹，爹，你为什么要杀我爹？为什么？大哥，事情还没有弄清楚，爹不一定是他杀的，你万不可冲动啊！来人，请仵作。如果我爹是你杀的，就算你是韩王妃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仵作很快便来了，萧雨冲让下人把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。回大少爷的话，老爷近日来身体不适，胃口也不佳，小姐让小人送碗参汤给老爷喝，哪知道小人进来后就看到老爷倒在血泊中，而韩王妃捏破老爷的心脏。